是这部影片其实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刘瑞婉教授在就是我上他一堂课，然后他希望说有学生可以尝试一下，然后来拍摄这部影片，于是我就来做了这个尝试。那其中呢，教授也提供给我非常多意见，诸如那些科管院的公共艺术作品，像是外面的叶子，还有一楼的那个类似刀放东西，还有那个管状的那些装饰，都是在这个影片里面的一些元素。那从一开始就是基本上这里的学生会来到台经馆的一个方式，最大众的方式就是通过校车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是镜头从校车带起，然后带到大门走进来，然后就是有一种一日科馆的一个开始。那途中有一个教室，刚好就是这些教室，就非常巧。然后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在这栋建筑物里面的教室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舒适、一个非常明亮的环境。在这里念书的人可以感到非常的轻松，感到非常的愉快、非常的自在。那最后也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些公共艺术品。然后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些公共艺术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每天来这边来进出这边川流不息的人，然后就都看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我这边就做一点介绍，其实是一个坦白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影片，但是就是平铺直叙的将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东西表达出来。感谢大家。